退台，几乎不退台。好球！好球！啊，一打也很高。抢拉，11-9，这样庄智渊，以此类推。好的，哎呀，机会，前面的这个两个人的表现，哦，漂亮，啊，里面在拉，哎呦，侧身这一球。哎，也漂亮，但是呢，绝不能在场上出现的这个出手啊！哎呀，庄智渊在对拉当中又拿到了。进行最后风雨训练的冲刺，这样双方的比赛很快结束。一个形式，单打冠军第二名当时是中国的姜嘉良。这样，庄智渊11-7，4-0，完胜了阿里安。